戏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要两个比赛。今天玩什么？这个谁是老鼠屎？游戏规则。题目皆为各大厂牌车型，两队各有三位诠释者，一位解谜者。诠释者接棒画出题目的车型，解谜者依照画作内容猜出正确车型，输的队伍惩罚打脚底板。一样一组 ，A 版 A 版，我是李。嘿嘿，是我的宝贝。那我们猜拳输的过去，然后不，然后不，那我过去。我跟你讲，我赢了。来，我给你选呐、啊。你想要车头还是车尾？开车，我是觉得车屁股。车屁股是不是？屁股对。计时20秒。20秒好。开始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哎，没有电话。来来来，我要画。来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。泰山金水要画出来哦。对，开始。这 mark 是最重要的。5、4、3、2、1，真的。你下一个。啊，我娘！哈哈哈哈哈！耶嘿！5、4、3、2、1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三轮又画出来了，4、3、2、1，谁的？中了。我先讲，我们今天题目没有那种路上能见度很低的车，好不好？这个 Swift。Swift 打错，好的，看下一个。大同小异啊，敢招在哪？敢在招在哪？我很完美的铺设，而且这个一，然后跟着它是一，它是一个全全字。你觉得是一哦？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一？对不起，快两分的机会，快一点，是他不答对了。泰山很会画，有没有？什么东西、啊？好，两分。你们自己选到出是谁？我觉得蛮完美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泰山。来，我们这次要车头还是车尾？车头。准备喽。好，开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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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5、4、3、2、1，谁的？谁的？停。泰山牛头上校，5、4、3、2、1，谁的？你要盖章？我的话喽。你有人记分数吗？有。我有。妈的，也才两分而已。分数记着啦。分数记着吗？对。5、4、3、2、1，谁的？我知道，全脸宝宝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全脸宝宝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对，福利熊，哎，这个我连品牌都不知道，快一点，我看下一个，看下一个，放弃，好，下一个，一样的，有啦，你上吗？哦，这样就知道他在哪，答对了。泰山画的，哎、欸，这个蛮像的，这个蛮像的，谁是老鼠屎？下一题你们要哪个方位？车测，要车测，车测都测出来，车测什么？孩子都不知道。车尾好，车尾了，还要车尾就车尾。准备了，好 ，OK， 侧面车尾哦，开始。车尾都长一样啊，剩下你们自己选的，我不知道。10秒，3、2、1，谁的？都画一个。我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对，我没有动他们。5、4、3、2、1，谁的？没关系，没有老鼠屎。好了，下一位。3、2、1，谁的？来。来。答错了，三分没有了，下一个。怎么天长一样？每个都长一样。情况，答错了。泰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有三分了。没有？什么？暴露吗？答对了。为什么
因为它的尾灯有下去，尾灯有下来。极光没有吗？极光没有那么大。哦，我靠呗。所以谁是老鼠屎？你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一比，你们要车头还是车尾？车头好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10秒喽，你快快一点！你在干什么？神情不要那么……而且我跟你讲，我没有看过一台车发生。哎呦，你疯了！这是什么？决定头的面头，不是头啊！不是车尾，你把它换成车尾。哇！看我的疑问，你用在？你用在？尖塔，尖塔错。我看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啥呀？这是真的是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买那个3500叫什么？维米亚。维米亚错。我俩明明画的蛮像，我真的觉得他画的蛮像。这里面有两颗 PC， PC 答对了。没事啊，老师，我来成功。好，那这里也车尾了，好不好？一样嘛，大家都一比车头，两比车尾。鱼贝贝 ，Go。是，好刺激哦。还没有。好，时间给到。你这也上币啊？这很简单呐、啊。这也上币啊？这我神韵流画上去了。这屁股，屁股挖的，屁股。你是不是在考板？这好像好了，好像一只熊哦。画完了啊？什么？你看都画完了。来下一个。好像一只熊啊？什么熊？哇！哎、欸，你先。屁股重要了啊！你仔细看有没有？像什么东西？还是好，不错，下一位。放假？你放假好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感觉像刹车灯。刹车灯，好。N X5 N X5 是不是？确定吗？确定。答错了。我刚刚说了。你看，他就画这样吗？他还画雨刷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雨刷嘞，对啊。马自达，马自达什么？马自达3，听你。马自达错了。你觉得你在画？我以为是马三，那你觉得呢？我压根儿不知道我在画什么。特斯拉，特斯拉，像一个喷水池这样吗？外面有人知道什么车吗？7X3。7X3还有什么？马二再次7X30。我跟你讲，我看的车尾全部都一样，全部都一样。我看什么7X5也是这样，7X3、7X9也是这样哦。哎呀，不做啊，谁要先做啊？我先做。好，哎呦喂，这个会痛吗？不会痛啦，那个电视都骗人的。人家说话。我用 A 药，用 Z 药，用 A 药，哈哈，很痛哎！我打对了，加油！
你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还有，准备啊！啊！啊！老鼠屎应该有成功吧？今天谁老鼠屎觉得是最老鼠屎？怎么折的吧？怎么折？你妈的，画了两台，人家在画车头，还在画车尾。喜欢我们那个玩游戏，一定要记得多多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